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夫。等等，你们先往下看下面的这个频道的名字。对，没错，我换了一个新频道。那为什么有要换新频道呢？大家看一下这个频道的名字，叫做这个频道名字叫做超级兄弟 Brother。至于我为什么要创这个频道，我就是希望能跟一些亲朋好友拍影片，尤其是我弟弟才会取这个频道名字。那当初我要创这个频道，我考量到非常多的问题，就是会不会有人来观看，还有那旧的频道会怎样呢？这个问题我真的想了非常久，最终我决定创建一个新频道。但是至于旧频道的影片会不会继续更新呢？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。那这个新频道就是今天的第一部影片，那今天不会有片头，以后的影片我就会制作一些影片，就是开头一些动画。至于这个频道，我会邀请到一些亲朋好友来参加。那这个频道我更新影片时间大约一个礼拜会有两部影片，我是希望，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固定。那希望这个频道大家也多多支持，分享给各位的朋友一起观看。那来做个结尾。好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方帮我点下一个 like。如果想继续追踪我的频道，请帮我点下一个订阅键。那今天就到这样子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